有花在这，还有花在这里，站在花前面。站在花前面。对。我只看到一个白的。在花的左下角，酋长那个酋长头那里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看到花了，所以它在花的前面。对对对对，我刚才是看到这个花，我以为是。我们看一下巢穴，好。有有有有有有，在动在动在动，出来出来出来，雏鸟出来了。你看，我放大给你看，比上次清楚了，有没有？对对，一只，哇，现在已经很活泼了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画面。对对，它走出走出来走出来，哎，现在已经可以出鸟探头了，一只两只，你看到两只哦，它后面其实还有一只白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两只对对。它是出来干嘛？摇场？没有，出鸟探头啊。就是这个时间点，他们就会在最外最尾的草边。那你在酋长眼里可能看不到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在走，很可爱哈。它不会掉下来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它再大一点，它会掉下来。它可能在下礼拜，再过一礼拜就有机会落草了，离巢或是落草。就是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可能会掉下来。现在很大只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啊、哦。我看到一只而已，不然那个字有点白，可是你没有看清楚。最近两只啊。你有看到三只在跟我讲。现在其实只是要确定只数而已。那、啊、他们在下面这样拍得到吗？嗯。我说他们在下面这样拍得到吗？他们讲。下面这样拍得到吗？他拍不到，拍不到。你看那里，他走到草边哈、哦，在酋长眼，你勉强只能拍到那个他身影，可能翅膀抬起来的时候看得到而已。嗯、对，真的在酋长眼太难。今天光线不好，阳光没了。哎，好像有东西飞过去了，我们至少能看到一只了。沿路回去了。怎么会沿路那么大只？它进那个山壁里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底下一点，左边那边，对不对？就在那个缝。对对对，他们巢在那里啊。哎，躲起来了。嗯，就是这一只一直站这里啊，另外一只不没有再出来。两只啊。现在就是看有没有第三只啊。而且他们还不太敢出来哦，他们。要绕过那个岩石的话，好像那岩石刚好卡在他们巢穴的，就是他要像以前要走出来的话，可能要绕过那个岩石。还敢绕过这颗岩石啊？可能还是会有点危险。哎、欸，两只，另外一只稍微带后面针刺要出来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两只哈。嗯。我那里面好像很宽敞。嗯。哎，出来出来出来。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再看到一只三只啊，两只其实还算蛮正常的。一直在左边走过去。对。所以看有没有同时三只那个拍到三只，就会比较重要一点。要找要找那个里面那只啊。里面那只哦。嗯，对。跑出一点点，对吧？那是他的头吗？感觉是外面这只的头在动。对，那他旁边还有一个在动。我看一下，可能是同一，这是一只而已。啊？这是一只而已，他的身体在外面，翅膀在那边，啊，头在那边动，头朝面向里面在动，有没有？不同只哎。对啊，我说那个里面的人家在动了，动了。现在是不同只嘛？刚才那个头不见了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前面这个是白的。现在动的是谁的头？哎，后面有还一只吗？就后面这一只啊，跟
趴在前面这只，是不是？后面那个比较暗。哦，后面有一只在草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前面这一只的话，那就趴在前面这的看是一，等，我看一下是一只还是两只，好像是一只。对，前面这个应该回去再看仔细一点，这个画面再看仔细一点，可能是一只。后面草里面确定有一只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前面是两只，前面两只吧？你看底下左边还有一只，它左下角是还有一只，没有？还是那是草而已？我看一下。那是它的屁屁吧？大屁股的。哦，那是草堆那个摆的。它进去了。它进去了。所以应该是两只活动，两只在活动。现在其实就是等。我要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他下班喂最后一趟，就可以可能比较确定有几只，看能不能有拍到比较多只的画面。有雏鸟出来，哎呦呦，没事没事，因为他们可能还应该走个稳的吧，有时候还是会跌倒，对啊，没错，就会走，但是还是会跌倒。然后想到隆冬那几只，有一只其实已经会走了，说，但是就有走几步，有时候会跌倒。哎，头在外面。哎，后面有一只。后面有一只呀。对。在一样在草堆里面吗？对，草堆里。哦，里面好像有分上下楼哈。在草堆那边好像比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只在草堆啊，那个。另外一只走进去。哎，它，你看草堆那个有点白白的那个，对。什么？哦，有。草根缝隙里面有点白白的，哦，所以应该还是平地的，平地。那孵蛋还有育雏的，其实都没有什么。动了动了动了，妈妈动了动了，有点外面。现动作有点大了。太前面了，它下来了，你再出来下来，可能还没有到很到草边啊，这时候羽毛都还白的，太早了。这探上去都还白的啦，都还蛮白的。一般会那个离巢，一般就离巢前落巢的话，基本上那个白色的羽毛都要换掉了。它会拍翅膀，有没有？把身上这白色羽毛拍掉。我靠，后面没有啊。然后它下去了。它下去了，没有另外一只在动，对不对？反正这白毛它会一直振翅的时候，就那个羽毛就会一直掉。他好像在看外面，头应该是向外的。对对对对，他看外面。百合那只头在动，还是另外一朵百合。哎，它动，它张开翅膀了。
对不对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啊？雏鸟也都不出来了，应该休息了，因为没有阳光了。